8月16日，有媒体曝光阿娇与黄甫盛华亲密同行的画面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阿娇依旧魅力不减，尽管已步入43岁，风采依旧。随后，两人同框现身，黄甫盛华怀抱宠物狗，阿娇手捧咖啡，尽显时尚风范，一同前往三里屯。在一家商场内，两人共享美食时光，黄甫盛华的中性装扮让人误以为是男生，其女版陈冠希之称在此刻显得尤为有趣。因两人间并无陈冠希的影子可寻，餐后两人携宠物漫步街头，互动温馨，随后返回酒店。途中黄甫盛华先行，表情冷淡，引发外界对二人是否发生小摩擦的遐想。阿娇与黄甫盛华年龄相差8岁，却友谊深厚，常被外界误解为恋人。阿娇对这份情谊坚称只是朋友，展现出对友情真挚的维护。尽管阿娇历经情感波折，但她依然坚韧，展现出非凡的自我管理能力。最后，也祝她越来越优秀吧。